學院咧，其實每年咧都舉行呢個課程資訊日嘅，讓有志加入建造業嘅朋友咧，藉住呢個機會咧，多多了解我哋學院嘅課程、校園嘅設施等等。你一陣會發現咧，建造業咧已經超乎你嘅想象啦。例如啦，而家我哋同學最喜歡嘅健身室，一陣大家咧可以去健身室比賽嘅，要用多啲新科技。例如咧，喺細木工嘅雷射切割機，頭先大家都見到嘅機械狗咧，其實都我哋用嚟咧做測量啊，做好多嘅工作嘅。而燒焊科咧，亦引入咗咧燒焊機械人。我哋喺個課程咧就貼合咗我哋呢個時代嘅需要，係讓我哋嘅學生咧係掌握咗行業最新嘅技能。另外咧，學院喺各項文憑同埋高等文憑咧，不僅是免學費、有津貼，以取得不同的專業學會、政府機構的認可。人望高處，就是我也有見過一些 年輕過我的朋友入行，他都說哇，我大工中工大工中工，我說為什麼不回去讀一下，說不定不用看圖是畫圖呢。我覺得大家趁有得選可以，因為其實建造業都需要很多不同的階層的人。自己在建造行業有一個 很好的開始，就是我覺得 很被接受、所以多謝這個大家庭的。我現在讀這兩年制的高等文憑，就是課一些做一些監督的工作，包了很多牌給我們，就是我自己讀 Building Service 這樣，有這個B 牌的資格，安全督導員的資格，平水中工，所以出路很大。中學的時候開始都覺得自己對度數方面、數字方面有興趣，那就覺得工料測量這一科是都比較符合我興趣。我就讀完這裡之後就都要去做實習兩年，跟住再之後我應該都會讀回個 degree，咁就希望未來可以攞到工業測量師嘅牌照。